定你那个双黄蟹回转。你一定有脾气，来砸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是 Peter 刘真，刘翔，他是子祥。太拽了吧，太拽了吧！这种车就是要抖脚，不抖你就不适合坐这种车啊，钱太多的那种感觉。今天啊，我们接到一个委托，我们绅士痞子终于时隔不知道多久，也没有多久啦，又接到一个委托，人家了要我们帮他们改车。我刚看到一个东西，干嘛？有一个妈妈，她婴儿车里面放的是假的婴儿。你不觉得很好奇他到底要改什么吗？我真的也不知道。但是改让你享受的东西啊，你看位置都已经这样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装八爪鱼在上面吗？那那个避震要再改一下。改一下。对，我今天是不敢乱讲话。对啊，因为前面那位委托我们，感觉有点凶啊。对，而且他手还脱皮。欢迎这位是我们的栋梁。国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国梁哥，国梁哥，国梁哥。你怎么会突然想要找我们？你平常有在看我们影片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会私讯我？就想说你们比较便宜。我们比较便宜哦。我们要比较便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今天是想要改什么？我要改这个安卓机，它有些导航蛮烂的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听音乐那些也没办法练。他应该是被老板靠边。开车的跟老板也不习惯这样子。他原本车子没有 CarPlay。你希望改一台主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除了主机之外呢？喇叭。喇叭？音响啊？对，喇叭音响，音质很烂，很烂，对啊，非常烂，很多杂音。我觉得这台车已经这么享受了，如果你说萤幕跟音响没有跟上的话，哇，这台车落塞，落塞，你工作舒服没用啊，你耳朵不舒服，就像你去叫鸡，啊鸡不会叫，它不会咕咕咕，你就觉得这只鸡不好吃，那个鸡咕咕咕咕咕，你才会觉得这个鸡，哎，吃起来应该蛮嫩的。哦，没有啦，还是要叫一下啦，因为毕竟没有啊，你有刺青，我们不敢不叫哥。虽然你这刺青好像刚刺，刚刺。你不能上，他可是随身带铁锤的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知道什么东西？我刚讲了什么？他可是随身带铁锤的。导航开到安尼，导到哪里？导到垦丁哦。都英文，然后我是要看什么？妈的，铁锤拿出来！妈的，随身带铁锤，我的。烂导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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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烂导航。那个兄弟，把那个你平常工作的怒气也很大，对不对？我没脾气，我真的没脾气。那我们今天一定要帮他改车了。哎，哎，妈的，这种车下车就有那种大哥气势，知道吗？大哥会用跳的，大哥用跳的，来个大哥气势，快点快点。安娜，伟成哥嘞，出来。等一下我们被打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安卓机，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国梁哥不好意思，那个挡到这边，没有没有，你一样站，对对对对对。好啊，这边就是我们安卓机，很多台啊。介绍的人哎，介绍的人哎，他一直站在你旁边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太凶了。我们下次不要这样。那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Granby 啊，安卓机有啊，有专用机，哪一台哪一台 ？Jason 这一台 ，Jason 吗？对，他可以叫 Kevin 吗？下一次新的系列可以考虑一下，还是叫 Brian？ 我们 Jason 的话，它是台湾品牌的主机，然后都是有电检合格的，不是来路不会电线走火什么东西？对，就不是来路不明的大陆机。真的，现在很多大陆机真的是。连 iPhone 都不行，大陆机我觉得真的不行，至少泰国的。泰国机吗？对，泰国机。喜欢泰国，我也蛮喜欢泰国，肯德基也蛮好吃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回来介绍这个主机的部分。好嘞。那电检合格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。哦，所以这一台两万的，就是没有电检合格。有会想要升级安卓机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想要整合导航跟影音娱乐。这一位比较不一样，他是因为被大哥干掉，原因比较不同。他大哥看不懂英文。哎，不要乱讲，你该剪的要剪掉，我不想出事啊。今天最常使用的导航的功能，都是搭配正版的导航网，装安卓机之前使用的 Google 地图。差别最大的就是它会在路口的时候显示一个小画面，然后告诉你这个路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，因为有时候岔路非常危，靠右很多高架桥上下，对那种你真的超难分辨的，很仔细。对，它因为它会重叠，而且导航还有一个好处，它会跟你讲测速在哪。OK 的吗 ？OK OK， 没啥问题。妈，你看这种东西，我就想一把火把烧了。它比我想象中坚挺，真的。
真的。我刚以为我可以一下直接把锤插在那，那搞不好现在还可以播哎。妈的，你手不会痛？有点痛。哎，不是啊，老板怎么那么久？老板，哎，那个啊。我们车主觉得他旧的想要回收，看你们能不能折抵一些价格。折抵价格，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回收多少扣一点，扣个一两千也好，就是不知道你们这样能收多少钱。差不多现在这样，这状况应该还 OK 吧？还 OK 啦，就是小受伤嘛。他就是小伤小伤，可能有点凹进去啊。你看，哦，他也都还有画面了。对，也还有画面，就是。里面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外面会变这样，对，就是他可能太气了。可以啦，这可以回收。行啊 ，OK 啊，那开始吧。请进，请进，来，我们的荧幕已经为您装好啦。兄弟，东西改完了，满意吗？他都还没用，这会不会太快？你是不是很想回家？我有点累了。开头的电影 WiFi 网络。这个话让我已经有点想砸他第二次，所以等于说以后老板你要等老板什么东西的，看一下我们这些东西有没有砍入式的，它是匹配完全的，你还想要再找我们改车欢迎，因为我看你这个行车记录器什么都还没装，你完全没有让他听他的音响的音质，音质吗？毕竟他改了音响，音质吗？我们来听，就听这首。我觉得因为版权的问题，我不能用。好像还 OK 哦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但我觉得能改进。为什么？因为让他来第二次啊。所以之后，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需要或想要改什么安卓机啊、电器任何东西，欢迎我们再来到启程车用影音多媒体。改车呢，你可以不换套件、不换轮圈，但你真的自己在用的东西，这个是一定要顾好它好用的质感跟便利性，都会需要用到这种东西。抗噪密达 OK 啦，我觉得这非常的优秀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有想要改安卓机呢，有想要改任何音响的配备，或者是任何电器的东西呢，启程影音多媒体，没错，它在北中南都有设立一个据点，所以你们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直接联系他们。我是陈宇真，胡雄，我是香，郭良 ，OK OK， 你不要打我，不会了，我下部影片见。这两天。我都活在国道。